你自己有没有验啊？有，25号我有验。25号验是不是两条？对，你的两个胚胎这么漂亮，我那时候是不是跟你讲双胞胎？我那时候跟你打赌，你有没有记得你要拿2块钱还我？忘记了。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我再跟你打赌，这次赌更大赌，双胞胎。先生，你帮我拿着，拿着哦，不要打开哦。好，恭喜。谢谢。如果双胞胎，你要给我4块钱，我用2块钱抓一大把。甲低型小溪，你们那边越南有这句话吗？甲吃甜的，生男的。有啊，越南话怎么讲？安龙哇，三公斋。真的有这句话？有。安龙斋，你再讲一遍。安龙哇。安龙魔。三公斋。三公斋，就是吃甜的，生男的。对对。老一辈都是这样讲哦。对。3、2、1，我们一次就让你双胞胎哦，没有第二次。